高级海鲜。你们坐过船吗？当然有啊，我坐的游轮上什么都有，餐厅还有游泳池。哦，好厉害哦。这是您点的加勒比海豪华海鲜船，请慢用。你们好，我是天使猴虾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我好像熟了，我先走了，拜。新鲜的食材就是不一样，三秒就熟了。Namaste， 我是中卷。哇，在这边我感觉到浓度很高的普林能量，啊，我好兴奋哦。它好软 Q 哦。好大的蛤蜊哦！谁给你蛤蜊了？我的正确念法是蛤蜊，一群没教我的家伙。它好派，可是煮出来的汤好甜哦。你是花吗？不要阻止我！这艘船坏了，我就买60元，我连装饰花都要吃掉，不能浪费。